小礼物，然后抽出来就是一个两条线的一根棒。那我其实蛮快就意识到是确诊，对。蛮快就意识到他确诊，我有点出去吃饭。罗志祥恭喜 Selina 怀孕，任容宣布结界屯四龙百香果。三立都会台全新节目 Top Talk 回家将在3月25号播出，李宣荣、陈楚河、魏曼、罗志祥、任容宣、胡宇威六位艺人将从陪伴开始，替浪浪找到温暖的家。我抱他就一下就睡着了。可以想象我有多舍不得离开他，觉得我好像找到我真命天犬。慢一点，很好。哇！ Yeah, 哇！哇！他就会一直黏着我，他就是身体一定要有一部分碰在我的身体。哇！辛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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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我的小小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辛巴，然后问哎，辛巴，辛巴呀！你觉得辛巴离开你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一整个节目过程就像是我们谈了一场恋爱。那时候因为我给他取名叫海胆，节目录完之后，我只要吃到海胆，真的真的吓到我。我听到他自己的歌，我会哭。我看史瑞克电影，我也哭了。我最看狮子，我会哭了。你们这群白浅白脸老男人，艺人要互动，其实这中间是有很多的问题。像我那只狗其实经历过两次鬼门关，一次就是回到家刚前三天的时候在电梯，别人出去嘛，还没到我家，我在拿钥匙，门合起来要冲出去，我说拿来扣着它，所以狗在外面的电梯有动，还好我赶快撒手。那一次就是吃防腐剂，一次给我吃好几个，最后这六只狗都对都还活着，然后也有还不错的归宿。至于说这六只狗最后有没有找主，可能跟大家想的会有一点点出入，就要看你。哇，这个厉害而 Selina 才刚宣布怀孕3个月的喜讯，将宝宝取名为小妖果。妹妹任容萱得知时也感到相当惊喜。她就是要说要送我一个小礼物，然后抽出来就是一个两条线的一根棒。那我其实蛮快就意识到是确诊，对。蛮快就意识到她确诊，她有点出去吃饭。对她来说不容易啊，因为她已经40加了嘛，所以就会更专注在于。是小孩跟姐姐本身的健康平安。最大的改变应该是他饮食上的改变，就是他从以前不喜欢吃面食的人，然后突然就是喜欢吃一些饺子啊、面啊。哦，对，他最近喜欢吃百香果，酸酸甜甜的。然后我上次去他家看的时候，就有4笼，很多很多的百香果。他断粮，姐姐都没有吃饭啊。那你要问他啊，是他的人生。我有看新闻，恭喜恭喜！